为什么你搓的冰粉不成功？今天分享商业版手搓冰粉的细节，小白也能学会。最后还有配方，准备100克的冰粉纸装入纱布袋中，用清水冲洗一下冰粉纸表面的灰尘，然后我们细紧，准备好6斤凉开水或者是纯净水，我们放入冰粉纸泡5分钟，时间到，开始手搓冰粉。这一步最主要是把冰粉纸的浆液全部揉搓到水中，注意我们这样隔空揉搓更容易使最终成品冰粉出气泡，如果我们这样放在水中揉搓就不容易出气泡。我们手搓冰粉千万不要着急，太使劲或者搓太快都不容易成型，大约揉搓5到8分钟，冰粉袋表面都是这种大量气泡的时候就搓完了，这个时候就停止，不能继续搓，因为这样搓出来冰粉口感是最好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先把浆液搅动一下，一定要把上面的泡沫打在浆液里面，然后我们准备好的石灰水缓慢多次添加进冰粉浆中，一边加我们一边搅拌，搅拌不能停，要让石灰水充分和浆液混合，直到这个浆液凝固。我们看冰粉成型的状态，手感会明显感觉到阻力的时候，而且冰粉成型这种藕粉状，我们就要停止加入石灰水，停止搅拌，静止不动，一盆冰粉我们就搓好了。我们最终看一下成品的效果。